全面介绍亚青资讯南京风采为四方来宾在亚青会期间提供指南服务的亚青传播手册14号在江苏南京正式发布了，10万本手册将全部都以公益赠阅的方式来发放。那接下来我就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亚青传播手册，由南京亚青会组委会、新华通讯社联合编辑，新华出版社出版，内容全面介绍了南京亚青会相关资讯，包括比赛场馆、比赛日程、南京风采、票务、购物、交通、住宿、餐饮、志愿者服务等信息。手册为便携式32开本，10万本将全部以公益赠阅方式发放，派送对象包括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体育官员、运动员、参赛观众，并将派送至南京各社区、星级酒店、火车站、机场、旅游集散中心以及长三角16座城市的政府机关、媒体等。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